点五了，把店总是开了。哎，连生，你把河阳门的城楼走内城往外头走，赶紧给我开了他们啊！啊，好像要开会呢，好好。开开门，开开城门，门开了没有？万象路左楼发达了，嗯，万象路左二十左楼发达了，到了啊，啊，昨天早点发现，人家六点六回六点发达了。哎呀，铁子啊，没关系。现在多拆到，现在还有多少户儿呗？这是，这一片儿。嗯，爸爸，整个。整个。原来花家是一个的，这儿总共是七千多，七千五百多。光楼的话，5562。又把拆了啊！啊，复办复康了，27天嘛，一周嘛，这原来不是一周，现在一周延长时间了。能不能拆下来？7天时间是拿不下来的，我就全面接收了。我不是让你干不干的问题，我肯定没有这时间在等着你。我今年的烟囱路子，我这个行政就必须通了。我整个道路系统成本的体系修了几年了路，不能容忍了，真没有时间。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你要把大量的时间都毁在你的手上。都是像老头儿嘛，都是像这个上点岁数这个人。我这来的，我这儿的来一次啊，就有第二次来，这就以后老在这儿。在我这儿住的人嘛，可多呢，在搬的可远可远了。
那哥。哎，过来了，月。嗯。过来。不是。你个花椒面那么大菜，肉条子，那什么？我拿呀。是哪的花椒？小瓜子。说没说的？说的。没说的呢。杨叔，今天他没来，好说。你一块菜，快一块菜。就是三五天。哈哈哈。也是菜。不是，俺得给个老百姓他有个住处呢嘛，我说不要求是大了，俺说。咱们跟你说过这些，你是直接房，直接房有直接房的政策。啊。你可以申请包装房，经济适用房的。经济适用房，这我跟你说，没钱，要是有钱嘛，房都办不咱这些。咱没钱可以申请的廉租房嘛，都可以，有钱的办法也有，没钱的办法也有。我俺没钱的办法，因为啥租廉租房，你这申请申请这都当的嘛。三年四年，我问题现在人家得有个屋儿都给我住，我别不说要钱了啊。有钱的办法。啊。姐王丽。嗯。姐王丽。哦，就是我姐王丽。啊，我在这儿也是租了三十年。你说他是呀，就正常那样子，要说手续。啊。咱们就是你就是没手续。啊，没有手续，人家当时肯定饶恕我在这儿，不饶恕咱不可能给我杀了。嗯。啊。行。啊。你考虑吧。啊。这个是原来我的主卧，现在那个因为搬家，所以说那个床已经搬走了。这是一个孩子的卧室，这是因为现在就是啥呢？这个柜子是当时按照这个房子结构打的，还有这个床都搬不走。我们私产房没有任何东西，给我们扔到哪儿？跟平房一样，扔到一个安置区。然后呢，没有任何补偿，我们这些装修呀什么，当时我们买的这个地段的花的这些钱都没有了。我们可以说的是一进一出20万没了。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说那个，我原来就是说我跟他们谈的时候，我们特别主动的跟他们谈沟通，但是他们只是告诉我说你告去吧。真心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咋教育孩子。我应该让孩子告诉孩子，一定要相信法律，相信政府，你不能放弃自己的权利，还是你就当个逃亡者，什么权利都不要保护，你就跑吧。我该如何去教育孩子？这是我最迷茫的时候。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啊！你看这个杨修说过一句话：“斯夫文章，大丈夫不为也。”哈哈，这杨修说的。叶姐，你看，跟叶波一回，城墙建起来了啊！那哎呀，
那不是都在拆，那一溜都在。你这些东西都反正拆了就变绿地了，那都没法用了，这都是钱啊。这都是钱堆出来的。这些可能拆起来好拆一点吧。哎呀，你的哪也不好拆，也不好拆，就是这个都拆，窗户都打了，留上一两户就。有一两户，它就磨的时间长。我那个地方啊，比你容易一些的。第一，容积率没那么高；第二个呢，我拆得早，大量的拆迁都在强拆不让强拆之前，我都拆完了。嗯。当时我也怕他一看那个条例出来，我就下决心。当时没钱，我逼着他，我说拆，我给你几个五个亿，你拆，这顶着他拆，把他拆掉了。那时候不启动麻烦了，到现在就麻烦了。哎，也都是。总共拆了多少户古城里面？有5000多吧，5000多。你那我听说你那哪那城要建好了吗？建好了，我那个比你小啊，没那么大，我2平方公里。这从城的规制，从城门楼啊，包括你看你这个瓮城、月城什么玩意儿，那太厉害了，你这个城。说这古城还有大数还有28000户吧，28000户，都已经拆掉多少了？整个这些拆了。10万多户了，16万户了。嗯，用不着，花岩寺，下花九龙鼻。这个店是四个朝代叠加的，是辽代的技术，金代的藏经，哦，明代的泥塑。清代的壁画，哦，清代的壁画，哦，四朝叠加的，四朝叠加。四个朝代当中最精华的内容呢，我们全部都融合在制作大典之内。将来你那个改革开放的那个壁画也上去。这个拆迁啊，今年是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所以大众今年拆迁是把各种矛盾最交汇的一年。我们南城墙、北城墙、西城墙都面临着拆迁的问题。所以这个任务之艰巨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我们今年把这个拆迁下来呀、啊，我们大同就这个在名城保护跟城市建设方面啊，就走出困境。要运用我们政策的力量，要说我们行政的力量，啊，这个我们的利用我们这个思想动员、政治动员的力量，要带头做表率呀、啊，这个要模范的执行。我们的一块的政策。停了2天了，前天就这样，一直老百姓拦着就没有让干，所有机械都不让动。来，拿过来，书记，拿来。这不够呗，你也这边吧。哦，这个办，这个办。我就要去忙问，我家我弟弟家去咋？我今天不在你们家，你发什么脾气呢？嘿，我这是我兄弟呢，就近住你弟弟现在去哪儿了？去医院了，死不活不知道是啥。他不严重吗？不严重，也花开了，那不严重。他自己花的。啊，咋不让活了？不活啥？下回我也不活了。我家还有个老人87，都死给你们，让你们这些贪污有钱有钱人活着，我们不活了。在大同还没有一家，每一家是阶级化不交的，同情是归同情，规矩是规矩，但是不能要挟政府。我是同情任者的，你不要给他挑战任务。咱们这一块儿。无土地生息，无残血征命，都是违法接种。你看，你听我说，哎，不管可怜不可怜，这是违法的。交易也是违法交易，这是第一点。那么违法的东西不受法律保护，比如我面前，跑那毕竟天南嘛，这位给了解放，那给我放了，快点给老大。但是嘛，不说老汉在家呢，
儿子在家东西他不给抬出去。哎，完了不东西拿走，不把房嘎嘎。现在咱们做那毛主席要宅子，哎呀，他盖个走嘎。咱们现在缺少这个。怎么了？你这个那个？啊？怎么了？你起来，起来。这个来来来，扶一下，扶一下。哦，你们出去吃。嗯，这个都是这个。来来来，过来坐，过来来。不能坐了，娘。兄弟们，兄弟们，开工了，不要该干了。该上啥地上哪里？起来你现在在哪？你现在在哪住？现在在这儿住的了。就有些吧，有呀，有个新房，你过这点表，你记住，记住那个有老板听我的。哦，在那个是哪天？啊啊！我想有男孩，企业的。那不能说。我咱那单位就在那里，那姐姐。你看我给你制造的，这大的，反正已经要给我再装厂，包机间等拉的时候车是大半鸟一哭，走那个水嘛，就那副队长车俩逼都拉车了，哎，本来是好事，你非得装的，本来公开一些这是好事，你非要你们的快，办好事，咱们就签个6个月，我单独给你签个3期。六个二咱们签个三期，那个不接是哪个？大姑，白点事情。啥事情？我这就是输液的，为什么安排？为什么说？你说什么问题？城市开发工程。给退货的问题吧，两头发给了我一头，这不是。谢王小姐，谢错。自己建的房吧？给一套。给着我个人给的房。个人给的房，你车。没手续。我认为有点办法，我不想让这样做法，是不是？我你就不是这儿的老百姓，不是当头人。我知道，不是当头人，我这不那个啥，我这不照顾我就行了。我这房子，我这不差我这房啊。这怎么那没生活？就是个流浪这儿这那这西多吃点这，对了。等点了。我们研究一下，明天再看你怎么了。大城市这个不是创业的路途路远，创业上的地方难办，这个是这个卡那卡办不是。但是这个对这个穷人是外地的穷人能够流浪在这地方能生存。啊，就是。嗯，那以另一方面，反正大城市厚道吧。大概没有电。家怎么样？
你住了多少平米的？这间是七十平，我这是七十平，二十平，七十平米的啊。怎么样？现在有没有问题？才你多少平米？二十来平米。二十来平米。啊，这现在多？原来是小平，破平房子。小平房，这房。你现在这个，你这么好的环境，整起这个环境。我们挺满意。干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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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大口人讲话，你没事打得路走就没事了就。他不是整天我跟你说，他也是整治啊，肯定是要最后你们要签字呢。就一个电梯问题，我刚才就没啥事。你看我刚才直接没很少名。这回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原来他们就每个电梯厂家签合同，我让发过去，早就解决这个问题。我他们得很快就解决这个问题。他唯一合同，他原来我也光是我可能有点激动啊。你说的对。我可以直接了当的对市长说，大多是这是第一任市，第一个好市长。我们制定这个小区的规范嘛，我也不管问题，以这个叫居住，我死管。还有一个是拆迁，一个就是把这个搬迁嘛，两个大事嘛，两件大事，一件事也办不好了。小的出现的格式啊，就没有像这个那个举报出现多。老板，老板叫你辞职啊！你现在说，老板叫你赶紧去报告，赶紧换了能办了人啊！你跟你说啊，刘姐，你要这么个态度是不行的。我现在都很不高兴，让你上来能拿掉你啊？大同学是干活的，不是学不什么官儿。他到你走不能，这么多人，你走走要不了。你可每天每天在那吃的共产党，穿的共产党，你有啥理由嘛？就科技。操心那样，操心一天一天可不难操心。妈妈是不是党员？不是，不是党员。现在中国有8000万党员，都是政治家。坚持文化自成，艺术自都，朝政自弊，修宪自取，为中国民生保护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大同之路。我四个建筑，四个工程就是，这是最小的一个，其他都是3万平米，这个是2万平，南城墙5万平，所以这个城市空间就像这个博物馆，大气派，大气派，大手大气，大都会，世界各国，靠全世界，全世界的东西来支撑，海纳百川了。那你像美国那样的，你把全国你把它好好整合一下，代表国家形象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比你资本主义国家做得更好，是吧？国家有调度资源的这种强大的力量。我感到一个城市，它的永恒的是生命的，它就是文化。这个城市有文化的城市才是一个永恒的城市。你比如说去了什么我们的这个巴黎呀，去了这个罗马呀。肯定我不知道它 GDP 多少，我还知道它 GDP 多少呢。它的影响的全是文化的影响。信仰能不能让不知道它 GDP 多少，我就去看它。语言不同，肤色不一样，但文化可以不同。是是 是, 是，这个态度。这全世界啊，你文化的东西，比如雕塑啊，它的绘画呀、啊，尽管语言不同，它都美。美，所以美的东西是共同的。共同的。能看到。嗯。这个大概什么？
我是希望七十分，希望大农民就那个的投资，能够走出一个文化的复兴之路。先感动，我们先让我们自己感受。我跟你大农民多少不理解啊？而且这文化是不能有短期行为，它一定是不长的。你可不要希望是文化救大同，马上我说你给我想那东西城墙能撑吗？能给我创造就业岗位吗？那我是眼下可能的，但是未来大同肯定是一个，肯定它是个巨大的产业。特别是北魏的东西啊。北魏的东西特别关注一下，因为北魏的东西少啊，这不如果都城原知道是别那么走了。这两天他就五点已经上了，要不我啊，我一般睡到四点半可能就醒了，没有办法，那边那他的睡眠还是不行。没有办法。这地方小伙子，这地方在哪里收集的？这个这是山西的，山西的。在什么位置呢？就是桥上的台桥。漂亮，漂亮的。这个漂亮，这个漂亮。四个都四个包角的都有。哎呀，太好了。还有四个大那个刺客，七的。哎呀，太好了。哎呀，这下子你老公了。这六是一套一个院拆下来的。哦哦哦。是有故事写的，六房有点修，避免不了，就是找一点拆。啊，你好，你好，你好。哦，馒头爹，他不是桥，不是他那个桥不是出来了吗？他就吃到下来个这个吃到连接的部位底下，加大这个装饰美了。这些小的咱们没有地方，不是后来不是他们又加一个十字头，然后又下了溜冰。对，没有好的，就你们这个。哦。这贡献太大了，还就家里也做得好，还车一些退休的，家有本事，他那个车就是还有车，好，继续收，继续加大收啊！哎呀，把他这个用把这个弄得美容美坏了吧他，只要是清代的，只要是比我们现在早的东西都能用。这家伙找我俩这可死了真的好那胡子不到什么了他妈来了关键是开个人行的嘛什么都挖不得东西的把他叫过去啊走拿这个往里面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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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已经居住了快三十年。行了，我跟你说，我只能这样，这折子，没有折子跌下来了，都得这些，不是说你画一个折子，我画一个折子，那我们就不好，那就乱了。老板，那没办法呢。想一想。我再想，已经是想了好几天。你再照顾吧。那不可能。那不可能，那咱就不办。天天去，他一来条件就是个话，就是进去私有房，要么廉租房，搬不搬就强拆。哦，那你就拆吧，我就在这里头，那你就拆吧。人家别人有楼房能跳楼，我那啥东西买是点药。哦，你就拆吧。
说你把大同市城墙全围起来了，它就有了文化底蕴了，它就有了旅游价值了。你说那个秦始皇，现在老百姓说它好了还是说它不好呢？说它是暴君，对不对？历史上是这样的认定的。我就想起来那时候的那一代人，哎，多可怜呢，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喝吧喝吧，太痛苦了。他们那一代，我觉得那时候，我现在就想起来，就是修我们这个城墙，我就想起来，是咱们还是有的。城秦始皇修修长城，这么算回来。我没有说城墙的旧大同，我没有说单打一点，我是文化牌转型路，它是成三位一体的。但大同的红，它这个有将来它的文化产业要站起来，将来它肯定是文化方面要做文章的。它文化方面，文化方面最具优势是它的传统文化，它将来挡不住。一个小学校让四面湖上学，不让我们孩子上学。你孩子都老个好烦了，一年了，做一年了没上学，出来，那我就不适应了。就是昨天我们到了这个四县发局，他这就是意思是罗湖跟这个四面湖就有区别。一个小区既然住的，而且我们挪出给分县出土地，让你们市里头人到我们那儿居住，我们的孩子就不能到。到你们市里头的学校上学，我们村里头的房拆完了，谁想回村里头上学，那是太不方便了。这市长出来了，这市长好，哎，政策好啊。这意思不要我们挪出户，我说我们挪出给市里头提供，他把你的钱转了不是？没转，我屁股都没给转。哎呀，这肯定转了没转，没转，我们没转。我那西青是谁谁谁没去都办。哎呀，那就是谢谢。谢谢啊，谢谢啊。哎呀，我们来就是。你看这铺子，这一堆垃圾，垃圾是叠下的垃圾工程。你这个面，一看这个家伙他妈的表面看着挺老实的，也都是鬼嘴这个小子。你先把我钱给我拿回来啊，不给你干。哪有水泥的嘛你？你怎么的还你这还这是？重新弄，重新弄。哎，你给我说应该怎么铺呢嘛？你不要闹了，一扒了，那明面的问题，你这就是那个，你还不如那个小伙儿呢。你这商量不成，下来你这小伙子呀，这是什么？你像你这种作风，你这是给我公开在面前糊弄，你给我背着我还有多少糊弄的事儿？没有，可不敢，可不敢，可不敢。那你去年为什么不阻止他呢？你整改了，你不行，你阻止吧，你看这种的，你就轻的就完了，干不好就轻的就完了，怎么这是你们的权利吗？谁用的工地吗？你这种信任度，我是对这个事情是，我作为市长，我都对我的资金的负责任，我要承担责任，我不该给你再付了。作为一个国企，当然应该跟政府这边沟通的更好一些，大家更同心协力一些。这个我也代表我们公司，代表一局给您这个陈志表示歉意。一个是质量问题，一个是经费问题。你对我这方面这是最致命的问题，你光是你的钱呢，你就光为了挣钱。你现在这么拖延这么长时间了，三年个年头了，这不是个医院，你还让我怎么信任你呢？不是企业的问题，你老是企业的问题。大同真让我们见识，
你看着我是着急的节奏快的，其实我整个的队伍的整个的行动并不快，好多工人都不行。就为什么你不能怀柔一点呢？我还能有多长时间呢，大东？这个城市啊，大大的城市不能留下财去，如果留下财去，就是典型的政绩工程。但是他就麻烦了，这个城市就大风啊，就得是机会了，历史冲上去就冲上去了，冲不上去就将来历史不会给大风再有机会了。中国的事情就这样的，嗯，只要你在那里爆雷，对，马上叫你过来，对对对，这就中国，大家都要分享。现在太阳能行业整个进来了动机，这个整个行业现在很低迷，大部分人没法整，有一个勇气，至少永远在路上，今天上去明天就包袱，我们不敢干那个事儿。对，所以朱总，我们是上了茶舞会呢，我们上了茶舞会要给建茶房，我们都形成共识。你上次回来，我们一直做好这个准备。所有的经验呢，你们去看一看，看盐城人家怎么做的。他吧，淑萍，他不能接电话。朱总正讲呢，他不好意思。哦。来了，辛苦辛苦，大家都八点半，朱总干了，你先有大事儿呢。这啥子嘛？我哎，你好，哎，我见过一次，在那个机场是吧？在机场见过一次，那看的。哦，你赶快回。他这两天也是睡不着觉。是吧？赶快回，赶快回，赶快回。我都快跳楼了，你还气得我？跳什么楼？就不用我了，死了算了就。哎呀，真的。正常人来了看坐公车来了这么大的笑话，天天是对吧？每天早晨四五点就起来。没有，这两天我都是10点就回家了。你胡说不到了吧你？昨天晚上你几点回家的？10点了就回去。天天这样，你就不用让人活了哈。Thank you.
啥的，我们房顶已经拆开。是吧？啊，净奶子一万三，这可不了两米。是吧？反正我事先跟人说好。行行行行。啊。耿市长，我们一个月挣不足1000块钱。完了，我们装修完以后，现在什么都没有。老师，跟你说呢，你那个开的房不叫啥平房。但是我花钱买的，永远不可能花钱买是买的这经济适用房，或者叫拆迁不卖的那房，你不可能在市场交易。你现在你能卖老房？能呀。你买完吗？那你现在您拆我才卖不了，你要不拆我不就卖就卖了吗？不是，过去大众的市场管理混乱，你那房那拆迁不完整。那只能算是政府遗留问题，可能是怪我们。那什么遗留问题？现在的政府为什么不起到监督作用，只是给我们老百姓算这个后账？我觉得不合理。你现在政府那是糊涂是多的呢。我觉得它的征收流程就有问题。国家590号令规定呢，就是2011年，就是国务院的590号令，国有土地上征收与补偿条例上规定，应该先安置后拆迁。第27条就明确规定先安置后拆迁。可是呢，市政府却要求人们腾空房去排号，然后再谈补偿。补偿协议什么时候定？你等着吧。我们那就只能啥呢？采取就是啥法律途径。现在的这手里头，这是我们唯一能采取。老百姓是最好解决的。有人受理，我们就欺负你老百姓。去把官司进行到底。没人受理，我们就上告到底。半年房子现在也给不了房子，那是不是都在这儿？你舅舅是哪？你舅舅是哪？我上我是我是。你里头可千万不要有我，你要是有我以后出来后果，我可真找你麻烦了。我回来以后告诉葛彦波，有你那啥，这不得不干，我也不是干的，这么干就完蛋了。中国这这这都过上了啥的花花，10-90多，也不是干的啥。谁能长久也能富足，也能富足？你作为一个政府欺负给老百姓，你政府应该是服务型的，为人民服务的，结果你政府是这样是欺负老百姓，你办不办？不办我打你，谁给你权利打老百姓？那就叫做买卖。哪一部法律说老百姓不搬家给我打？哪有这个国家？我跟你说，以后我没权利。人家有权利的话，我给强迫什么资源？我跟你说，以后我跟你说，以后不结合。你不行，把这个权利给我，你看他。你多有多路数。权利是自己争取的呀，权利不是别人给。不一定，别权利就是别人给，可以没。我们城墙又能给收回几个钱？像这样的城墙，一百年以后住过了，我跟他全拆了，我别的都是我。全国现在都闹这个，都是野犬，那是正点不法。都给找死了。一百年，我不叫他们回家，我叫他们就回家了。哎，能买不救我，为什么围攻？我搁旁边。哎，我说，那围攻去，这。我搁旁边那些人。你没听他好好叫那多少有？是你这个身份，我想到底是哪儿的？是不是？他就像那个意大利记者，就暗中你咬你。文革的时候，他来中国就报道。那这个我相信你这个工作会得到历史上将会肯定有价值。希望各位都不是我跟你讲，这个不同的声音是对着的，这是国家的进步，你知道吧？哎。有的说你这个拆迁是什么呢？拆迁是让老百姓返贫了。这个本来大家还有房租，现在拆迁没房租了。
还有人说是这个城市建设，市长你不能光说城市建设，一个抓工业农业啊，你有条件吗？你开发区不过就六平方公里嘛，你招商引资无效吗？你的这个转型发展无平台啊，你没有平台，没有平台项目落不下来啊，我们说说不过说说话而已啊。我说老百姓大众为什么各种病很多啊，老百姓贫困的住的房子，他的租房条件之差，我是在其他城市从来没有看到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巨大改造中，城市改变现中，受惠的是老百姓。我们现在投了多少钱呢？要在600亿，其中有350亿是用于民生问题。今天大家都是主人，我是客人，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迟早是离开的。所以大多人民，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在什么地方，大众的明天的希望在哪里。只要是把城墙掘起来，把外围筑起来，大众这个城市品位提起来，只要来大众看一看，大众这城市有希望的。他们怎么来到这儿了？旅游的。我问一下，这小道是哪来的去 ？Excuse me, where are you come? Come from? United States. America. Okay.Where are you from? Are you all Chinese? Yeah, I'm Chinese. Yeah. Welcome to Canada. Yeah. Okay. Welcome to Canada. Oh. Hello. Waylon. Hi. 从美国人。这个官城面积是11200平方米，这里边是一个容纳可以容纳万人的文化广场。对对对，这文化广场有人不活动在这。对对对，去年的这个云冈文化艺术节就在这。您看这边是一些新修复起来的这个四合院，穿过云龙坊过去就是咱们的大同市府文庙。再就是可以想象一下，在以后的这个大同这里边，这是一个游人如织的古城。
肯定有问题。骑这地方要一再加上一辈子最合理的，一直是没有的。修啥子修那地方，我就感到太细了。要是不细，当时我就后悔，当时给解决的不听他们的话，闹出事没有问题。哎。我看到这骨车这个，这最大的隐患，这拐角太细了，妹妹。啊，你现在那个，能不能洗面再风流一下？找个魏都大道。我年轻时候是想做一个记者，一个作家。我最早理想是当一个优秀的记者。从小喜欢读小说呀，读文学作品，这是我的从小的爱好，喜欢唐诗宋词，这是一个基本的爱好。喜欢我对中国我们的传统国学情有独钟，在那样的世纪里，我感到是最幸福的一个世纪。就是我们今天的我的知识修养、道德修养、人格修养，跟古代的一些我们优秀的士大夫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今年都马上满55了，其实就35年的样子。我希望我真的是我哪里都不想去了，就希望把大同、把老百姓的财政安置好，有文化呀、产业呀、还是城市啊，把那几个品牌都支起来。我就感到我的这一生中，我就没有在这人生中白走一遭吧。337，收回选票337，有效票337，耿艳光赞成票337。耿艳光
打水为大同市人民政府市长。大同确实是比较特殊的，其实像大同这样的这个城市，建了这么大的一个社会现状，它其实是缺需要全社会的有共同的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跟共同的组织动员，是吧？我现在所有的问题都跟这个体制是有关系的，但是我是在这种体制下，在中国在中国体制下不可能是。我把它变成可能。我们现在这种体制有什么问题呢？这是随咱们戈壁交心的嘛。它那体制是什么？它这个四套白纸的动员力量，它只能是四位。你不可能，你政府把人大政协都大家都动员一下，那你核心就错了，你在四位领导下。但是如果四位在重大问题上，他不往前走，他不调动各方面，其实政府最需要的只是什么？你把这个大旗来举起来，我的思路很简单，我就是这么没目标。那么围绕这个主战场，我配干部，你不行我就挑你，就一起拿这个事实说话，那你就好得很多了。这两天睡得挺好的。对，还有一点就是这边的柱子模式相当好的，就是桥板桥板架哈，那个扭条对对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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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问他就没事了，你们出去吧，我们说点内部的事。没抓着那个。对，你坐，你坐，就叫你的、啊、就。我的压力全来我自己，我没有上面也没有压力，下面也没有压力，都是我自己加压的。其实我做的这些都是不是上面部署，也不是来自于我的职务的要求，我完全当市长完全可以不做这些事，完全可以找一个比较轻松的。稍微这点是能体现政绩，那个既能当官又能轻松的一个，那完全是能够找到这个角度的。我做了这从事从政做这么多年，我肯定知道这个地方是哪些事少麻烦，对自己又有利。啊，哎，我没有怎么样，呵呵啊？我嫂子怎么了？哈哈哈哈哈！啊，马上就回去了啊！现在马上就走。
没有没有，啊，马上就走啊，啊，等着啊，马上就回去，十分钟就回到家了，啊。为什么办法呀？为什么那这一点不是个也就是调查我的看看咋着。一家全是残疾人。哦，都是残疾人，直接给了你一套，我还原来以为没法给了你一套了，就住一套房，七十平米的房，说不去，给你留留，住进去了吧？啊，二人住进去，我叫不去，说不去我。你啥不去啊？那啥？那个二一块住吧。啊、这个。那、哦啊这个、说不去不？这说不去不这？他不是高，他不是六十平，说不去。高倒是可以往地里跳，但问他他嫌一套少。那边那个小。哎，这个你看，大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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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娘娘给我帮着摘下这个车。站不住。昨天说推车是吧？不让推。最高法院、高级法院、大同市中院，我们都去了。完了呢，那个就是行政复议，我们也复议了。温总理我也给写信了，国家信访局我也写了。结果呢？那精神整个就是消磨掉了，真的。完了，孩子也荒废了，啥也闹不成。Yes， 损失的就更大了。Yes， 不是一套房的问题，而是几套房的问题。Yes。我也不赞成你做这个东西啊？为什么呢？因为意义不大。说的对呢，一点意义都没有加；说的不对呢，坏了。
其实是我的佛教呀，他这个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最深刻的。他直接告诉你，人生是苦难。为什么人生有苦难呢？有欲求，有贪欲。那你怎么能解脱呢？那你就是放下。你在从这个岗位上推下来的时候，等你推下来的时候，可能你就能到心平气和的，你没有那么多的世事的烦恼。带了14698壶，还剩17767。啊，左数就是咱们所有的连南子区。其中这个南城墙，福康里，下个礼拜全部能扫光。福康里，福康里剩两栋半楼房了。那么大家在农村里，这城里在望，到2015年，大同一定是一个中国最有特色的城市，矗立在中国大地上。原来我们今天做的事情，我们以前没有说过这个大话。其实我们今天大同这里是将来管三年，我是一直是隔夜做这个宣传。其实我们是百年目标。现在大同这个城市在中国历史的地位上，它一定有它的地位。这个古城形成了夹口，对吧？最后。忙得很，24小时内发生的事情。就是昨天一天。我们之前看大同市日报写的，昨天一天写的是葛延文同志，这个大同市委书记的这个候选人公示嘛。我们都觉得当市委书记，一夜之间。省委做决定就这么做决定呢？这么做决定出大事儿，一点也不考虑民意啊！整整三年服务，我是4月份三，他是5年零3天。嗯，知道。昨天我在那儿等着他，想多跟他待一会儿。你还有事儿吗？我说我啥事儿没有，多跟你待这一阵儿。这越是干的人越倒霉，这不是？什么是干兴邦？他妈这个啥社会体，啥干部体制，不想说这了。大同是半拉的工程，大同的老百姓就不负责任了。你是共产党就这样？我说你现在这个事情呢？你大同的老百姓他妈的！你说咱们的过程咋弄呀？
就总都是办了。啊，今天中午啊，我们举行这样一个很隆重的一个宴会，这个欢送我们叶伯同志到省城赴任啊，这个全力以赴啊，支持叶伯同志的工作。我们四套班子团结一致啊，形成合力啊，支持政府啊，我们推动整个大同市事业的发展。你还继续坚持吗？你就是啊，我说你也可以，你也就是明年一年，明年四月份就开始。你再坚持一年，一年有不了。这不好说嘛，你说不好说，对不对？啊，是吧？对。我看我得进行我的功课，要不我就把这杯你。我是十五天的二十天。不能说你不敢喝你。哎，叶伯，我看我得。咋的咋的不准备就喝了，尽管我的我想喝点儿酒，早点上学了。哦，干啥了？这所有啊，所有咱都在行。刘先生那么粗的行不行？如果把它放下，让它解决这个债务，最好是坚持居住。坚持居住，因为他有七千多万，家伙万一这家伙又没信誉，坚持居住。不行，我跟他分析说，必须房产必须扣住，坚持居住，必须扣住，咱就好说。必须扣住，坚持居住，你要不要？不能让他跑了，对对，回来了就对对对，麻烦。坚持居住，你把这个事和聊聊就算了，我就是让第一桩事，那我就给他说，坚持居住。好了。咱们这个没有缘分啊！有有有，缘分缘分，五年缘分，这婚姻太短了，这个这个炕头上没有这老道，这分手了。我这最大的阳门流水的关，肯定是有迟早有这一天。我没有想到是今天，我想到这么，要想到今天，我提前一年有这个准备了。哎呀！这就上次这个高山老丈母就不清楚了啊！你这还靠打过老兵？你看这节是好好的不过。我才来我的话，我说现在上有计划，我是天大局看的，这个不打我是家业，解除出你的家业了。还是说这年走了，这他妈咱这不可不拉屎，这个他妈不走，十来年不走。自己的女儿就照顾自己是。你给我们干了好多好事，是不是？哎，是这样子，包包住身体，不错。大家，包住，不错。谁子？都是。
各位观众，晚上好。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今天是2月9号，星期六，农历12月29，大年除夕。此时此刻，年夜饭上桌了，春晚也很快就要开始了。一年中最温馨祥和的时刻到了。此时此刻。大冬已经过去了，也就是，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这过程太大了，要么流水的快。那虽然在一个地方，要是像我在一个地方住5年啊，一般住4场，大冬4场一般是2年，平均1年半时间。直到我这时候，也还算幸运呢。我跟你说是内心话啊。其实到我这个年龄走到今天，我对祖国已经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概念了，也没有什么想法了。我实际上主要是把一方面的事把它做好就算了。那么我的理想当然还是希望在大同把它做完整。那么今天组织决定了到了太原了，我就是谋划太原。我是内心世界这么讲的，我也没跟别人说。但是我实际上想，我在3年内，太原肯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片子肯定我们会开始剪了，那这个片子出来是肯定你还是在太原任官，不可能是到5年以后啊。这个会，你觉得你会担心不？能出来让我看看行吗？我待会让你看一看。是不是我这个整个这个片都是巧事得的这个？你就是究竟拍了些什么东西呢？我拍东西你都看见的呀。我也不注意啊，有时候偶然就注意不到。我其实你没时间查了好多，就忘了你的存在，我不知道你拍了些哪些东西。那飞机票都订好了是吧？那飞机场。你不管我了。我明天送你吧，几点的？我找个车送你吧。3点。几点走？那远不远？有多远？哎呀，你这我就得往前头得半个小时。那就1点钟走了。3点的，1点钟，1点半吧。1点半。嗯，1点半，你就我就把你的电话告诉他们，他们过来叫你吧。啊，给你打电话吧。啊。
If you missed last week's brand new Storyville, the Internet's Own Boy, the story of a young man's collision course with the US government and a life cut tragically short, it's available now on BBC iPlayer. Stay with us here on BBC4, though, exploring the wonders of the solar system with Professor Brian Cox next.